欢迎来到医神独角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无限挑战荀彧的最高分阵容。阵容部分照抄神兵的话，我目前测试下来最稳的还是和氏璧停刀跟龙吟枪。那林宠比翼白虎跟伏牛，伏牛可以换夫猪，然后龙象这个比较弹性一点，但是比翼跟白虎基本上不能动。潜能诸葛果跟蔡文姬走防御路线，王毅、大乔、荀彧跟公孙瓒全部都走攻击路线。战魂除了荀彧是用弱点突袭，其他的都用战役勃发。放五大乔、蔡文姬跟王毅三开。这个阵容我目前自己测试下来是来到278万多，那重症群里面根据这样的配置最高有达到298万，听说有机会是上看300，好不好？这个分享给各位粉丝，那剩下的就靠你们的阳寿自己去发挥吧。以上就是今天无限挑战荀彧的讲解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